毕竟我们的姻缘还得全靠你的成全。不愿意。于大编辑不是最喜欢这样狗血的剧情吗？只要能让小说的点击率高一些，你应该非常乐意才对。龙总，衣服试完了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 你还没有告诉我，这证婚人，你当还是不当？之前的事情，我无法反驳。但从今天起，你的故事怎么书写，你自己决定。这张卡可以任意改写你的属性，更改剧情。你之前消除的属性，已经还给你了。 虽然这是之前你的人设属性，但是我想，都是别人附加给你的。所以以后你想做什么样的人，怎么使用这张卡，你自己决定。我呢，我就过好我自己的人生，不管在哪个世界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啊？ 一张破卡片就想骗我，我不会再相信你。龙总，衣服试完了，我先忙了。贤贤说的都是真的，有傲娇这个人设在，就算我心里想去找他，行动上却必须相反。友情提示：你确定要使用工具卡违背系统任务吗？我确定。注意，工具卡仅3次修改机会。 一旦使用将不可逆转。如果违背系统任务拒绝和苏白莲结婚，另一玩家于贤贤将顺利完成任务，回到现实世界，而你将永远消失。你确定要使用工具卡吗？少啰嗦。看没看见于贤贤？好像出门了。啊，不是，那你的婚礼？于贤贤，你怎么来了？ 你给我的那张卡片，确实可以改变我的人设和剧情。你改什么了？我把那些属性全都划掉了。霸道、傲娇、自恋、腹黑，那些所有束缚住我的词句，之前那些词句都是其他人赋予我的，并不是我自愿的。但从现在开始，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都来源于我的本性。所以，当我划掉他们之后，我发现自己依旧爱你。 我想，只有这样的我，才有资格向你求婚。嫁给我吧，于欣欣。可是，如果你爱我的话。 戴上。从今往后，无论什么样的狗血剧情设置，我都想与你一起面对。编辑，我要让新的小说，两个相爱的人吵架不能超过1章节。作为男主角，我决定男女主吵架和好之后必须。确实可以改变我的人生，所以我把我想过的人生愿景已经写在上面了。我想，你给我那张卡片，也是希望我可以主导自己的人生吧？你猜我写了什么？什么呀？龙青和于贤贤永远在一起。这卡片能这样子啊！我要依靠自己的意志活着。好了，这张卡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。 欢迎各位宾朋前来参加我们总裁龙青先生的婚礼，在全球唯一一家8星酒店内瓦兰德皇家酒店前，让我们大家一起见证这场浪漫的爱情。下面有请新娘入场。的誓言。